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恐龙湾，然后预约了7:10的，还有10分钟。走吧。压压脚蹼，爸爸游快一点。从日本超市回来，买了个盒饭，这是炖牛肉和咖喱鸡，然后买了一堆小饭团，这个是什么已经忘记了，然后反正就是蛋跟午餐肉，然后这个是梅子，我乱七八糟了，落到袖子上了。让我介绍完，反正就是一堆饭团，好了。